明年慕尼黑上展的主题是该你爱变勇敢的。慕尼黑国际至少数年上展的主席马阿古斯亚雷的推翻，让推翻给业界新上韩国后生的穷下费用走至通少年高入的相关经验。今不你判改至通破的论坛全推翻国体累计十五届成员的，就透过发图和个巩固的方式来认识自己，同时也教成员变勇敢，用正勇敢力量来看待件事情。成员呢，打崩挖土挖出自己吃到过公用的事情，同时用巩固的方式讲出自己在面对问题之下，又能变勇敢，又能克服困难。爱吧，爱丈夫，爱做人啊，丈夫如何呀？啊，一拖爱。就是明白会做的，俺还会打排球、棒球，还有乒乓球，俺还会钢铁。爱吧爱自家，然后爱过好煮菜，然后爱过好传统，应该是讲过好就过有爱心，然后爱跟一家人自家坐高铁。马亚博士同成员来对以较高有研究的成果设计做教学游戏，希望成员能用简单神奇的课程来探索潜艇之家，为成员能变到航空硬场。韩国也方发通全世界35个国家要同时提进行，希望全世界的成员做得更加勇敢面对挑战。透过这样的工作坊，跨国的一个合作或者跨国文化的一个比较，其实很能够让所有的资讯串联起来，那孩子也为未来做准备，因为现在孩子就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环境，所以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影展互相去知道其他国家孩子他所担心害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活动。那今天第三天我们很重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儿童的培力工作坊，我们从全台湾招募了15个孩子，然后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然后找到我们台湾孩子有一天变勇敢的故事，然后用这个故事去激励全世界，我想跟他们一样都在这个年龄的孩子，然后大家去分享大家变勇敢的经验。公共电视客家电视台也就制作团队每每同每年是以小杨展主席向他探讨消除台湾声音的变勇敢的故事。韩国每同也就故事去做影片，提高听人每年是以小杨展来放松，为台湾声音的勇敢的故事本世界探讨同宽度，分享声音的变勇敢的经验，每用故事同世界来交流。客家新闻车友在林君勇台北报道。